过去要多久啊？差不多五六分钟。但走路呢？我再走差不多十八分呐、啊。每天都会来载阿嬷。哎，对对。他怎么会来载他？他走路不比较不方便呐、啊。他就这样、啊。他没有你没有给他载，他也没有办法去啊。你这个没有拿起来哈，这不值钱了，就当做铁卖的了。它、啊、这个香肠，这个铁一公斤十几块啊，这个三十几块啊。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？做木工的，来台北，来改行做那个装潢的。他装潢来在做那个放样的。搞这行情，短短三天跌了166点，跌到近700点。他那时候就有投资一些，和那个老板娘投一些建筑公司。哦，那时候大家都也有玩，也有玩股票，什么都玩。就是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就慢慢，就赔掉了。天上人因缘果报嘛，哦，那个可能我们前辈子哈没有积什么福啦，我没有积什么福，可能这个。不是我们的钱，只要这样想哦，就比较不会那个。那对人家很好啦，各方面替人家着想啊。伊袂歹，伊做人本来就真好啊。我实在十几年了，好到没有办法用。什么形容词去形容他？哎，人安怎？人袂歹，伊做人真好啊，真好养家的。伊个人足好诶。好啊。你若叫伊做啥，伊就做啥，拢万能诶，伊拢万能诶，逐项会晓做诶。人与人之间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你这个态度好，怎样说他就会接受，你自己慢慢去体会了，去。改进，好也要接受，不好也要接受啊。